魔幻的一年啊，今天这道菜要把2020年的霉运通通扣走。五花肉多少钱一斤啊？大概要那么宽吧。好，今天这道菜一定是优质的三线五花。贼拉不？再来一点，有钱。我要开始装逼。哎，多啊，好。46.5，46。整个喽。好，谢谢。OK， 五花在手，新年一定顺旺。不说那么多了，回家吃饭。新年迎福气，今天这道菜就是梅菜扣肉把厨房交给男人。梅干菜用清水洗净泥沙，泡入冷水中，直到能掐出水来。把泡好水的梅干菜捞出来，挤干水分，然后改刀切碎。烧过皮的五花肉用水清洗干净。好，我们现在把这个刮干净的五花肉给焯水，冷水下锅，然后姜的边角料、料酒。转大火煮沸，撇进浮沫之后放入八角、桂皮，然后继续煮20分钟。满屋都是猪肉汤的味道，我现在已经饿了受不了了，赶紧捞出来。哇，这个猪肉汤太香了。我们现在呢，在猪皮上给它扎一些小孔，等会儿炸的时候更方便它胶原的渗出，然后也会更入味。然后我们现在开始给它抹上这个老抽，刷老抽呢，第一个可以缩减它炸制的时间，第二个上完颜色之后确实也会更漂亮。我们现在拿个吹风机来给它表面做一个风干，让这些老抽给干掉，这样方便炸的时候呢，第一个它不会脱色，第二个的话不会溅油溅得那么厉害。好，我们把这个火给调成中火，让它这个油温不至于急速的下降。左手锅盖，右手肉，同志们，等锅里面没有任何声音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下肉了。一定是肉，和锅盖一起挡住你自己，然后给它把肉撸进去，老实一点。炸这种胶原比较丰富的肉类的时候，包括汤圆，一定要是按用我这种方法，放进去之后立马盖盖子，绝对安全。等到锅里面的动静小了之后，我们再打开，我们给它插起来，关火，然后我们给它泡冰水，这一步是起虎皮的关键。我们把这个泡好冰水的、完全凉透的肉拿出来，我们先给它切一下，修得更适合这个容器。方正一些，修掉的肉不要扔啊，等会我们还可以给它跟梅干菜一起再去做一个炒。为什么在切肉的时候我的肚子在叫OK， 我们现在来修这个肉啊，我们现在把它给修成大概1公分不到8毫米左右的一个片，厚片。好，然后我们现在把这个整整齐齐的一家人给摆进去。 OK， 那我们摆好的肉就先放这儿，我们现在去来调一碗酱汁。一大块的腐乳，一大勺米酒，3勺生抽，1勺老抽，1小勺香油，1勺糖，搅匀直到糖全部融化。好，可以了。我们现在来处理梅干菜。我们先放八角、香叶来2片，然后我们的葱、姜片，闻一下有香味出来，然后我们梅干菜就可以下去了。把梅干菜的这个香味啊给它炒出来，然后我们也要把这个梅干菜里面的水分给它煸出去一些。好，梅干菜下去之后，我们的幸福的边角料，等都炒香炒干了之后，我们的酱汁就可以进去喽。然后加一勺煮肉的汤。我们其实现在就可以尝一下梅干菜的味道，还是跟之前蒸鱼啊什么都一样的，它的盐度要比你正常的盐度要高1到2度，所以现在还是有些淡的，然后我要往里面加一些盐，1勺半左右就好了。我现在的这种状态呢是就已经差不多了，就是你看不到明显的汤汁，然后你用勺子压一下，它就会有大量的汤汁出来。 OK， 我们现在把这个给码到肉上就好了，码一码，压一压。哇，这个汁儿绝了。然后我们现在给它铺平，把这个香料啊、姜啊，我们给挑到上面来，这样的话等会儿你扣过去它就在最底下了。激动人心的时候要到了，我今天呢用高压锅来蒸，主要呢是我饿得受不了了，不想等那么长时间了。如果你用普通的蒸锅的话，那可能要整个1个半小时到2个小时左右。好，给它扣上盖，转中小火，40分钟就够了。幸福的时刻就要来了，满屋飘香的时刻来了。好，你可以打开喽。哇，漂亮。好，我先给它拿出来。我们拿一个盘子把这个肉给扣一下，然后我们把这个汤汁给逼出来，要收下汁儿。不着急把它给掀开啊，先放这儿，把汁儿给收一下。先明油后包芡，然后我们淋入明油，这样淋在我们的肉上就会晶莹剔透。然后我们淋入水淀粉，水淀粉呢要尽量薄一些，倒到勺子里面我们好控制。 OK， 提起来拉直线就好了，关火。梅干菜吸收了肉香，变得更加的香浓，咬一口满嘴流油，看似油腻却不肥腻。主食，哇，大
馒头、月亮馍，哇，这一片肉夹不下，一块根本就不行，夹不了这么大的馍。那么好的肉，真的配上米饭，真是白瞎了，足足有一个巴掌那么大。哇，真香，哇，真的很香，入口一点都不腻，然后梅干菜的味道很好的被肉给吸收了，而且梅干菜里面也会有肉的香味，满嘴流油。扭转乾坤就是你。好了，那这期视频咱们就到这儿，喜欢我的菜记得点赞关注投币三连，我是冯伟，新年快乐，拜拜。